大家好，我是方博士。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也就是我们时常所见到的一些身体的一些隐形的疾病。那其实这一个在于现在的人的生活工作方面的话，都会有很大的影响，也就是我们所谓胃病啊，或者消化不良。那其实为什么会消化不良？其实很多时候上班族因为工作压力大，或者经常在外面吃啊，吃的东西又很油腻啊，然后或者一边工作一边看电话啊，或者一边工作一边吃饭啊，应酬多啊，所以就会导致到消化不良。那如果说有以上的症状，比如讲腹部就是肚脐以上，时常感觉的胀啊、打饿啊，或者风多啊，或者会感觉胃酸多啊，或者胃有灼热的感觉啊，甚至会有疼痛啊，尤其是饱后了，这样就要留意了。这方面呢，就是胃跟十二指肠应该有出现的疾病，也就是我们叫做消化不良。那如果在我们情形来讲呢，博士今天要教你们几个穴位啦，像这几个穴位的话是也是要长时间做的，也是要有恒心做的。啊，不管在饭前饭后啊，或者睡前都可以做啊。比如说这一个穴位啦，合谷穴啊，这个是常用的穴位啦。啊，这个穴位的话呢，其实是很好用，所以我们将这个大拇指在这个食指跟大拇指的中间有一个凹凸的地方，我把它按进去，所以你可以时常做，因为这个穴位是一个也是保健的穴位。啊，另外一个穴位就是我们的手腕。手腕方面的话，如果我们看这边有一个位置啊，当你按进去的时候，它感觉到比较饱满的啊。像我用这个手指来示范，就是说用大拇指，我们可以这样子推它，就是这个穴位，一直去推它。OK， 那博士再跟你们要讲解的，也就是中原穴。那中原穴的话呢，是也是一个很好用的穴位，它是专门在胃的辅助方面。那这个中原穴的话，其实它是在肚脐以上，所以我等一下再跟大家示范啊。大家好，现在我们继续，我们还有另外的三个穴位。那这三个穴位呢，第一个穴位就是中原穴，就是肚脐上来六指手指，肚脐上来六指手指。然后我们用大拇指按，每一次轻微的按，可以按它30下、50下，甚至100下，可以在次之前的半个小时按，或者次之后的一个小时按，啊，像至于第二个穴位的话呢，是在腹部以下的穴位，也就是这一个气海穴，就是一大一小，就是肚脐下来一大一小。所以也是一样，用大拇指按，轻微的按。那这个穴位也有一个好处的，当你觉得大便有便秘不通顺的时候你也可以用去按它的。第三个穴位在腹部的，也就是关元穴。那肚脐下来四指手指，肚脐下来四指手指一样，用大拇指去按。所以一样，每一次50下都可以啊，或者30下。那这个要持之以恒的。如果说长时间的去做的话，肯定会对你的胃的消化有帮助的。所以我希望能够借助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呢，用一点点的时间，就算是一天用15分钟的时间，其实也不难，因为这一些你可以在任何的空间的时间里面做啊。所以希望能够帮到大家啊，谢谢。